哎，大家好，我是保尼阿贤。我们今天来继续太空战士实况第13天吧。对对对，好，就来赶点进度啦，废话不多说，就继续开始。
富。这地方是有点复杂。下档好，我刚就是在这里被灭掉。忘记技能的咸蛋超人。我又变三只了。咸蛋超人我知道啊，可是你说的忘记技能是哪个部分，我就不知道了。高级回复，哎呀，这个有高级回复。要练个等级啊，是一样的。好啦，开始抽抽乐。这魔女还蛮好用的。
找一个实验室啊，我要去哪里找？好 ，OK， 我就是被这个干掉了。好，我等一下来看。哎呀，还是中招。那这只也太强了吧！混乱转圈圈，哎，完了！我现在完全不能操控，只能靠他自己打了，因为还加狂暴。对，就这样一直打他。哇，石化了！这个到底要怎么打啊？他都放状态攻击。快治疗！好，哎呀，是哦，有了，哎。哎呀，靠腰！哎，又来了。
啊！不小心偷按。这伤比较多，完了完了，快放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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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好险好险！还不赶快死！
啊哦啊哦！操，又来了。我又不能操控了。终于，这应该有不少经验值吧？真的耶。哇，全部都升了。御敌率太高啦。应该不会再遇到刚那个鬼东西了。
在哪里？不是这。没几步就遇敌，哦，太好了。这也太夸张。对啊，他刚那个召唤兽是随机出现，可以一出现就秒杀。欸，我要走，我要往哪里走啊？从那边走过去。
这就是这游戏的特色啊，走没几步就遇敌，是要从那边绕过去吗？不要遇到刚那个植物就好了。哦，有了，哇，从那边走，其实可以租车啦，可是我想说练练等级好了。那个目的地好像有一段路。换一个来练，
诶，这一次怎么可以走这么远？是这一间吗？好像不是。希望我没有走错啊，应该是没有。做一下，做一下他的弹药。其实那个亚威恩也蛮好用的，宿舍弹、通常弹、黑暗弹。你已经买了 PS4 哦。为什么？我们 GTA 会比较晚。哎，这位仁兄，我出来帮忙啊。他这个新的 GTA 跟旧版有什么差啊？又是这怪物，我要跑了，让我跑吧。哎，是要怎样跑？靠腰，为什么没有跑嘞？哑巴，哑巴。快让我恢复正常！
算了，我直接把你打败好了。反正打败可以直接升级。刚侦测这只怪的血有60000多，又来，不要再放状态了，嘎，又是这一招，妈的，就是这一招让我挂掉。转圈圈，转圈圈。快让我醒过来吧。都他自己在砍，乖，我要用极限技，这样一直打他，不要再放这一招了。干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对啊，哦，我恢复了。不要再给我放那一刀，我也快挂了。
好，极限季来了。极限技很多，两个都来放极限技。哎，哦，不是那一招，好险，哦，好痛，哦，这招枪直接把他打死，哎，没有死。终于死了。哦，这打一个全部都神。嗨 ，Hello。EMA 安安，
这吧。艾玛是那个闪鬼的魔女。靠腰，又是你！我要逃跑啦！看我到目的地，怎么要好久？算了，再来升一次级好了。要这样一直转圈圈转多久？快醒来！超讨厌！我刚已经打两次了，有一次被灭团。打错人，打错人了！哦，快快快，恢复！拿这只来升电等，哎呀，多按了一下，又跳回来了。哎、欸，靠腰！又来了。我虽然有装状态防御，可是还不够。
接下来就是来等等残血就要来放极限了，极限技，快给我醒来！光光，不要被灭，不要灭团。哎呀，有一个石化了。两个石化，快醒过来啊！至少留一个活口。哎。又是这一招，哎，再放一次，我真的彻底死了。乖。我只要等那个奎斯提斯醒来了。这么痛啊！哎，你怎么可以又放？快醒来，快醒来！
裁判啊，他犯规，居然连续用两次，我还以为他会过一段时间才会再用。啊，实话的是百毒不侵的，在我还没解开他实话，怎么打他都不会死。啊，醒来了，醒来了吗？好像醒来了。欸，还在转。不能使用魔法。哎呀，哎呀，卖戏呀，快醒来，哎，哦，好险好险，我高级回复。欸，我又活过来啊。可恶，还放，才说好家在又放了。这叫顽强，再怎么放我都是不会灭团的。耶，欸，这一次醒的比较快。哇，你该醒了。嘿，欸，太好啦，趁到他赢。这个石化我没解开。哦，他没有经验值。可恶，来不及帮他解开。魔界花的触手。
不行，要来装点东西。有什么可以对付？黑暗。在冰属性好像是它的弱点。死亡宣告有用吗？记得看一下。招比较有用。斗气。斗气，看一下有什么可以做。走到哪里去？应该快到了吧。卡登去啊！
箱可以装。不是，看错，是这个吗？好像也不是。我要去的地方还没出现。这地图实在太大了。看起来好像不是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啊，找到了。游戏家了。哎哎。哦。不是那个植物就好了。地方也太远了。好险！我现在很高兴看到这一只，不是另外一只。快进去，快进去！所罗门戒指，该这个是怎样才可以？这好像
这个 GF 好像有什么条件吗？之后再来看看哦，看要怎么。到这里就是要拿这个戒指，只是不知道还怎么解开。欸，这边还有其他东西吗？好像没有。是要模拟器的，哪里可以下载啊？现在载点好像比较少啊。你如果去查那个 FF 8 PS 版的，应该会有载点啊。挡好了，我怕遇到那只烦人的怪物。反正就 Google 一下啦，应该就会找到了。我不是啊，你去找 PC 版应该比较快啦，因为 PC 版是有那个最近新出的，可是我玩的不是 PC 的。PC 画面会比较清楚。哦，有人帮我查啦，铁管。波鲁的触手，看一下。万能药，还要万能药改啊？不是这个，好，所以我没有万能药改。然后，触手就是我刚应该拿了不少触手，铁管啊，铁管要怎么拿？
这个吧，魔戒花的触手。这个有了。哦，我无地讲。万人药改跟替工都没，等下回城市找看看，不知道商店有没有。这一个好像要练这一个技能，去商店会有稀有物品跑出来，应该会有。回去刚刚那城市的商店应该会有什么东西吧？可以。哎呀，怎么出现这么频繁？啊，刚刚那个魔戒花，你出来就好了、啊。你都专杀那个等级比较低的怪物，真是。接下来要去这边，直接穿过去。月之门，大厅中等你。交给我吧。看起来案情并不单纯。哎，你们三个什么时候到了？这趟旅程相当遥远，不过实际花费时间很短，一觉醒来就到目的地。
道中。下，我来看一下这里要怎么选择。把你留下。哦耶！亚历山大的要兵等级哦，等一下再来看看。找谁？当然是他啦。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。那狗狗一直狂叫。哎，从这边抄。发生什么事？
要换成这里啊。OK， 回去咯。慢慢走回去，真的是好不容易走回来，现在又要走回去城市了。PS2 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我没有 PS2 了。他后来有出重置版的啊，你可以去玩重置版的 PC 的重置版，是今年才出的哦。哎，又出现。用 PS 玩是不是要改机啊？以前要听人家说都要改机才可以玩，可是现在 PS2 绝版了，也不知道怎么破，我也不知道。